谁要顾他？谁负责顾他？我们两个。那我们回台北的时候，交给你顾可以吗？好，放这。就放你这，交给你顾，可以哦。妈，我可以丢石头吗？不行。来，那你来。爸爸嘞？停车。我是哺乳类吗？是啊。马是，它跟我们同类。鸟跟我们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鸟。对，鸟不一样。鸟是什么？500哈。两颗。嗯。你没有放屁呀、啊？你没有放。鸽子窝放屁，快点！你在耍我？看得见吗？对。好大声哦！自己走过去。很忙哎、欸，老虎推，超大力，超大力，帮我啊！有飞机耶、欸，飞机在上面，哪有飞机？在哪里？哦，好像看到了。Oh, my God.
你写功课啊？抱我，他有写功课有什么好的？你看我去写功课。没写话，你写的好简单哦，比我那个好简单。我会帮你写啊，马上就写。好啊。你说什么？学，一次就赢。啊！送货。妈，你看，就有一次。他哪那么多呀？我们要回家了，东西都有拿完，确定一次哦。好，嗯、为什么四二八那么远？四二八，我。咬你裤子吗？没有，他刚爪子用我的，折打东西越来越大。他很热啦。没差，看你要吃多少又不多少。包子要慢慢咬哦。还有一个哦。哎、欸，妈妈，你好像也想吃呢、欸。包子要皮的，不要紧的，嫩嫩慢慢夹吧。阿妈就一个吗？啊，我们两个早上没吃就吃一个啊。你多少你夹面夹的多啊？哎、欸，石头不要我们吃。闭起来，闭起来，闭起来！打开。石头，它镜头。妈呀，你真坏哦！哎、欸，你光牛自己掉地上，又不是我弄的。几只掉地上，几只掉地上。你翻车了，还没亲我，那我就不小心这样。亲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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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鼻猪鼻的。有一只在地上看到了，没怎样啊。